嗨。然后我的身高175，体重51公斤。然后我的星座是一个工作狂的星座。你们知道是什么星座吗？什么星座？金牛。摩羯座。摩羯座。摩羯座什么时候是工作狂？摩羯座是工作狂吧？哦，最新的。是。大家都这样说啊。那你声音怎么会这样子哇哇音啊？我从小就这样，我也没办法。而且我觉得他今天应该是我们台湾新生代的娃娃音了。对对对，对不对？志玲姐姐。可是我的娃娃音有被说是最亲切的娃娃音。当然当然，对。就是听谁的最做作？不是，就是我听久，他们就会觉得还蛮习惯的，不是到很尖锐那一种。那平常喜欢听什么样音乐？音乐，因为我们赶快问，因为刚刚有一个，哇塞，吓到我们！刚刚有一个魔鬼声音。我等一下的才艺表演是要唱台语歌。哇，对啊。哇，这么甜蜜的台语歌曲呢？你们要跟我一起。谁谁谁？你说谁？大家大家。啊，大家。大家一起这样子。这个也只有黄俊仁做得到，是好不好？哎，不一定拍子。现在你先唱吧，你先唱，这样这样我们就会自动配合，好不好？真的吗？对。大家站起来，站起来。金沙，金沙为什么叫金沙？金沙就是一个老师帮我算，老师帮你算出来名字，金沙就是碧红，就对。他就说这名字对我很好。那身高那么高，会不会造成男孩子看到你比较不敢对你？对啊，不敢追你这样。我觉得还好哎，可是有很就是有比较比我矮的男生，他就会说什么，我想当你的白马王子。就是我就你当白马比较快吧，王子就没有。直接跟我告白，我就会就直接人就不见那一种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对，就是我知道你喜欢我，那我就会不见。哎呦，我没有办法。对啊，我觉得我是闹好新娘啊，我就觉得很奇怪，不能接受人家喜欢你。就是他很明显的就是喜欢你，真的假的？追求你开始你就会那一种退缩，不要。那我走过去，金莎，我很堵烂你。我也很讨厌你。他就不会走了。你喜欢那种这种。感情慢慢培养，对不对？就自然有一点暧昧的感觉，不是那一种，就是我就是要追你的那一种，不是那种狂追的哈。对，那种很年个年个的。我追他，不是你站他旁边来了。我这样身高登对的，我登对，咱们走秀好不好？我走秀，对，一起来来 music。妈有年个 model 来着，我操！年个变 gay。喂，他表现你在干什么？不是我。哎呀，哥几个，哎，你们两个身高很配耶。哇，真的好高，180了吧？这样，他穿的高跟鞋穿的话，嗯，啊你啊，我爱穿什么？我平常是不穿的。不是，真的人物。哦，好，来请坐。谢谢。来请坐。不好意思，因为我们还有很多人。来，再来一位，晶晶。你今天这套衣服是在炫身材的，跟我差，炫胸炫腰的，啊，要收敛啊，收敛。来，自我介绍一下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晶晶，今年21岁，170公分，三围是32C、23、33。哇塞，血型 ？A 型。星座？母羊座。哎，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？我喜欢成熟的，然后大男人一点，然后从肉有那种仰望的那种敬仰那种感觉的男生。我跟你讲，现场就短衣，对啊。哎，怎么是比较高大？是不是？不是，哎，他是我跟你讲大男人的，我跟你讲。他那是很大男人。女人看他一眼，马上垂死。可是他笑，起来看，笑起来很和蔼哎。笑起来不觉得他看起来很 man 吗？我心目中大男人是你这一型。
真的假的？嗯，哎、欸，我已经每次来国光都一直跟你告白。干什么这样？你好早结婚哦。小心啊！我告你了。终于把我的心声说出来。对，康哥可以生你。请问一下，你觉得你有什么优势？我觉得我的优势就是因为牡羊座女生就是很自然，我是海派的那一型，所以呢，我可以。你是海派还是海线？海派。我可以陪男朋友一起跟你的兄弟朋友聚会啊，我都可以跟你的朋友变成好朋友。而且呢，我的兴趣是打电动跟健身，蛮 man 的兴趣，所以我可以跟你们一起玩游戏。我说真的，牡羊座的是很，就交朋友来讲，哇，跟你讲，重义气啊。对阿莎莉。那今天要表演什么呢？我今天呢，因为我是那个展场 show girl 出身，所以带来我的看家本领，要给大家看我的那个性感可爱十连拍，有点性感的。二，这是展场会出现的。三，哦，性感性感性感，哦，对对对，四，跪下哦。哎呀，跪下来！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！我操！哇塞！六、七、八、哇塞！九十。请问你的产品是？谢谢。你摆个第26个姿势来看看。他的产品你还看不出来吗？就是我本身温泉饭店啊，温泉饭店，你在泡温泉，他在旁边这样，你不是挂掉冲洗啊？那是好事。这个怎么会这样子，这么会摆姿势？因为我之前就是做那个平面模特啊，然后做展场，所以就肢体比较好一点。如果你有男朋友，你会在他面前？只是小情趣，我会扶着门。我现在一定要推荐一个专辑叫《硬》。对你的表演，我们真的是男生只有一个字“硬”。对，好直接哦。Yes， 很大方哦。哇塞，怎么乐观哦，个性。对，好吧，那就主播帮着。